第一集，现在是第二集啊。我们已经知道，我们将180帧向上啊，环形直了22厘米的没有镂空的这种树叶花，看到了吗？然后怎样？我们的总长度来到了37，就要在叶下分前后了，对不对？分的时候啊，同学们注意，两边一定要让它均匀对称，理解了吗？好，然后分好之后啊，不用说，一定是前后各90啊。我们要在这两侧呢进行减针，怎样减？首先在90帧的左右两侧各减3帧，后背也一样，各减3帧的啊。然后怎样呢？然后就把它变成了片状枝，3针一次性剪去的。剪的时候别使劲勒着线啊，要不然你腋下不舒适啊。然后怎样？我们要在左右两侧隔一行剪一针，一共剪4次。这边也如是，这边都一样啊，包括另外一侧。好了，都剪完之后，保持原有的剩下的针数啊。通常情况下，我们先织的是后背片，对不对？好，我们要将后背片剩下的所有针往返一直向上织。注意了，整个过程边沿别给它挑下来不织啊。有同学把织围巾的这个习惯会带到织毛衣当中，千万不要这样啊。编针必须给它针针织，并且不要在织编针第一针的时候嫌它太卷了、太乱了，你要使劲拉扯线。一旦拉扯线，这件衣服又成问题。有很多同学啊有这样的小习惯啊，所以大家要避免这些。然后怎样？剩下的针往返，每一针都织向上，一直织多高呢？织到16厘米的高度。因为它是一个修身款，通常情况下我都是留18厘米，但这款才留了16。如果身高1米65，体重88到95斤之间啊，16厘米，你穿着以后是一个修身的效果啊。好，总高度是16啊，从腋下分针位置算起到上边这啊，一共16厘米。然后怎样？我们要给它留好了长线，转针到前片来织了啊。整个前片在编织的过程当中，实际上跟后片差别不大。只是你向上织的高度略有差别啊，原款直直向上到16就行了，但是你这款可不行啊，这件你要取它的正中间，注意了啊，要取整件衣服的正中间的这个位置啊，看到了吗？我们给它找中间的一组花纹来作为它的正中间的啊，我们要给它取正中间，给它剪去多少？13针。说是剪，实际上是平留这13针啊，在这个位置一定要平留啊，不要剪，为了让一会儿这个花型直接自己再上去，理解了吗？好，这13针我们平留之后，在两侧给它直接剪针就好了啊。我们需要在13针的两侧每两行，或者你理解成隔一行啊，剪3针剪一次，每两行剪2针剪2次，每两行剪1针剪一次。好了，这边这样剪，另外一侧也这样。注意，你只在这13针是正中间的啊，看正中间剪的是13针，而不是各剪13针啊，同学们要注意啊。另外一侧的剪针手法和这边是一样的。剪完针之后，同学们注意啊，高度如果没有达到16厘米，保持原有针数继续向上织，织够跟后背片一样高了之后，注意长线留的位置，你必须从外手向里手这样松松的织缝前后肩头，理解了吗？不能从这边往这边来啊，更不能一根线从这贯穿过来，整个后脖子给人家把这收了，那不行啊。那样的话整个后脖子穿着会勒得慌，不舒适，所以这点同学们引起注意啊。好，前后肩头我们非常非常舒适的啊，松松的给它织缝上之后，我们就到了下一个环节，挑着领子。我们已经知道整个领子的部分后脖子是会被自然留下的，因为你是从外手向里手这样织缝的嘛，对不对？然后怎样？然后我们的整个的前片的部分，注意了，整个的前片的部分在这儿要给它在两侧均匀的挑针啊，在两侧这样均匀的挑针。同学们注意啊，挑针的过程当中一定是非常整齐。要挑出多少针来啊？我们要一共给它挑出75针来，然后环形向上依然保持原来这个花纹啊，向上织
窄窄的9厘米，一个小小的小领子、小立领。最后别忘了，你要收一个小平边，松松收，松松收。这句话我说过很多次了啊。实际上，按理说应该是收什么呀？收机械边，它更有弹性，本身针数就少。但是，为了让它整体啊非常好看的这样的状态，整体一样，所以忍痛收啦。平边儿，但一定要松啊，确保你能钻进脑袋啊。好，收完针之后，我们就来到了下一个环节，哪儿呀？袖子的部分啊。整个袖子，我们一共给它起了多少针呢？45针。你一看就知道了哦，3个完整花，没错。起了针以后，上来就织，杜绝所有的螺纹的部分啊。由于花纹特点，你的整个袖子的部分的花纹，你看它不是一个平面的，它是呈一个波浪样的效果啊。这样展开着的啊，然后我们将这45针按照这个花型啊，环形的一直向上织，一直向上织，明白了吗？好，在织的过程当中，看我们的之前的20厘米啊，保持原有的花纹织，你看它是镂空的。织完啊，15厘米，sorry，15厘米按着镂空来织啊，然后到向上的时候，你看它就改了，不是镂空的了。就是我们正身的这个花纹了，记住了吗？啊，之前已经教过他怎么织了啊，在第一集里有，同学们可以翻到第一集看。好，然后我们怎样？我们要在它的其中一个花纹的两个花纹之间，就是反针组织，给它进行加针。加针的过程，同学们注意啊，加出针来织正针。我们大概是隔多少呢？在整个的袖子的袖叶处需要加针的位置啊，我们需要给它每隔7行第8行，我们要给它加一次针，一共加几次呢？每8行加一次针，一共加了4次，看到了吗？啊，在这个位置我们要进行加针啊。当整个袖子的长度，就是从腋下算起啊，一直到袖口的这个位置，因人而异，因人而异啊。如果你是一个身高1米65，体重88到95斤之间的女生啊，这个时候你的总的高度应该在44厘米左右。当然了，如果你要个子更高一些的女生啊，可以在这个位置做一些调整，向上多织一部分。44厘米，这个水有点太冲啊！44厘米啊，同学们。然后怎样？然后我们在腋下这儿，连前在后给它各减3针，连前在后各减3针啊，前后前后。减完这3针之后，也就告别了环形织，我们改往返织了啊。往返织的过程当中，要在起始针的位置，我们要隔一行减一针，一共减13次，两边都这样减啊。剪完之后，将另一个袖子用相同的方法给它缝合好，啊，用相同的方法呢也给它织好，织好以后呢，再与正身相互缝合在一起，理解了吗？好，这就是它的编织方法，哈哈，大家已经知道了，对不对？然后呢，我会在下一集当中啊，为大家讲解，如果我们不同的身形，我会按照身高1米65，体重120斤的姑娘啊，按照她的身形来讲这件衣服的编织方法。你一定要来看啊！先给这个教程点个赞，下一个教程我们一起啊！